夫子此菩萨为生助乐不善法，为不生故，欲生勤精进，发心正断，以生助乐不善法为断故，欲生勤精进，发心正断，为生助善法，为生欲生勤精进，发心正行，以生助善法为助不失故，修令增广，欲生勤精进，发心正行。从昨天第四地菩萨，第四地菩萨他观内身就修身观，勤容念之，以勤容念之把世间贪欲啊把它都断除，断除，那么的在观内身观外身观身见，昨天讲的料一些啊，我们再重复回头讲一下子，这个跟我们现实的修行关系非常大，还有我们经常的念经的时候，关到七觉之八正道，这个正是这一段四地菩萨他们所修的，上头说是勤念。勤容念之，什么叫勤容念之？勤呢，有勤彻勤力的，勤彻力，然后你对你的身体、思维要勤彻力，不是一般的彻力，要勇猛不息，没有休息的时间，这叫勇猛。念呢，心里头总是光明照着不忘舍，这叫念。咱说念念不断，念念不断的意思就是总有个明，前头不讲的三地菩萨讲明吗？明就是智慧，智慧照了自己的念头，清楚了了的，念念相续的不断。而你念佛也好，念法也好，念僧也好，不让它断。勤容念之，之决断没有后悔，决断无悔。咱们经常有悔心所，念什么呢？念老病死苦，念三恶道苦，念的生命无常，念佛法要灭了，这叫念之，以这个念来鞭策我们自己的心，让心不懈怠，因为这样的念心了才能生出精勤不懈怠，勇猛不退堕，鞭策自己的心，这叫念处。这段呢，这个经文这个四地菩萨他就是念处，念处还有七觉，七觉，觉就是观，观你的内受啊外受啊，寻你这个观来看，看什么呢？就明了的照料的，照料你的内心外心内外心，寻这个心观，观内法观外法，观内外法，这个所讲的全是四念处，四念处，那你要观你的身，这个咱们前头讲过了，我昨天把它撂下了。你观你内身，那什么肠啊、胃啊、肝呐、胆呐、心呐、脾呀、肺呀、五脏六腑，
这是我们一个身体构成的主体，构成的主体。嗯，那你勤观你的内身，关键是要起什么作，起了什么作用呢？嗯，你对你的身体，即是个业，业来细胞，细胞这个生灭不实的这个物体，这个物体啊，这个物体没有一样是实法的，没有一件是实在的。嗯嗯，这个大家如果观的时候啊，你可以能渐渐就知道了，知道了，你就体会到了。嗯，体会到什么？纯是一个业，一直一个业，也没有了，这个身体不存在了。你也观久了，达到这个身体啊，是没有身体，嗯，就是老病死，嗯嗯，每位都要是经过这样子的，就是内观了，内观了，外观身所受的一切诸法，不论恶法呀、善法呀，嗯嗯嗯。所以能够使这样观察呢，一生的呢，让他仔细了，不生了，让他断啊，未生的呢，让他仔细不生了，一生的呢，让他断，未生的善呢，让他升起，一生的善呢，让他巩固，精勤不懈，嗯，一生的住三法。使他常住不失，渐渐增长，嗯，让他增广。那未生的呢是未生的善法呢，让他生。嗯，这就是含着啊，只呢行善，只呢行善。嗯，对。二子，以生呢令断，未生呢让他不生。嗯，二善，以生的善让他增长。嗯。未生的善让它升起，嗯，如果这入是循环之常识，念念不舍的这样灌下去，那么你的善法就升起了，恶法就止息了。常识入是灌的时候，能够产生的效果，嗯嗯，那在四地菩萨，他是教化众生时候，以他所证得的以此来教化，嗯。而这菩萨他修这个欲定，修行欲定，嗯嗯，行欲定呢，就是想要修行得到定，这么句话，嗯嗯，那你得先断恶，想得定，得断你这个散乱，嗯嗯，这就。才能成就你的神足力，才能成就你的神力。嗯嗯，这个说一子的有八段行，欲勤念难正知思即舍，有这八法。嗯，这个四地菩萨他修行欲定的时候，断行，成就神足统，神足统，一子厌，一子离，一子灭，回向于舍，嗯，修行精进定，心定观定断行，成就神足，嗯，一是这个厌，一是这个离，一是这个灭，回向于舍，这也是八方。那么说你要想得定，想得定断你的散乱，嗯，那应当观四念法，嗯，这个就是说是有觉悟有观察，观，嗯，观什么？你身见边见，这是邪知邪见，嗯，对，观你的色受想行识，嗯，观就是觉察的意思啊，啊，
我这地菩萨、四地菩萨，经常惯恨相当强。对，设立你的身心，设立你的身心，使你呀、啊、难住你这个心，到能难住一日定，难住定上，而定而起的惯。惯就是观心所起的一些行为，何人呢？就叫子观双运，子观双运，就是身见呐、边见呐、邪见呐，把这些个不正确的自见，把它消失了，把它消失了，但是随法好像是，二乘的、小乘的。菩萨也是入世修的了，也得从这个开始起，完了才能入得禅定了。他是在这个观照的用心不同，用心不同，菩萨他观这一法，最后，咱们在回向品讲过，就他观到是无作无否解脱，他以空为主。观一切法空，跟二乘、三乘菩萨不同的在他最后，对，最后是观一切法归空，这个空是观到一个菩萨证的实相了，这是实相空啊、哦，实相空，在这个四地菩萨。他是修行的性根，一热子而厌离一切法，一知子，一知厌，一知离，一知灭，回向于舍，这是精进的性根，精进的达到成了根，跟着就是不动摇了，深入的意思啊，完了他修行的精进念定慧子厌子灭回向于舍，在这几种啊，性根，咱们现在有信心，而没有定根。根呢，就是再不动摇了，因为我们没有定，没有慧，没定没慧，就说你没有成根，你这个性呢，没发出定力，没发生慧力，可动摇的。等到它不动摇了，就根深蒂固，它不动摇了。不重要了，它叫根。咱说念根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，生根了，再不动摇了。这叫念处。而用进而前进修行，勤切勇猛。刚才讲的勇猛修行，那得到定了。定而后能发慧，就叫神。主呢，就做定将，定升起来一切神通。慧呢，就是我们圆念四谛法，苦集灭道。圆念四谛法所升起来的明。照料所生的命，止苦断戒悟灭修道，这个得有智慧，没智慧不能知道的，说这个叫明，有这个慧能够把四谛法苦集灭道，四谛法这是见道位之前能发现了一只修，而是发成的后地的果。这菩萨
因为修行的信心，修行信心而生了根了，产生力量。根而后能产生力量。这个力量产生了有什么效果呢？信就厌离，信觉，信九，信佛，信法，信僧，信觉，这个使你离生死正涅槃，心要生，心要涅槃，厌离生死，因为有了厌离心，信心就表现在什么地方？对世间法厌离，求出离。就一日这个厌，得是任何都厌离，那要吵要想出离。一日这个离，那你就灭，灭什么呢？灭你那些个烦恼。但是得靠你发起精进，精进力。完了，你这时候精进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，这些个都产生在厌离当中。厌离世间生的出世间，把你那个不信的、不信的啊，没有那个信心呢、啊，不信的，而能够使他不仅不再损减，信而不退了，把这障就消除了。信尽念灯会，这五个要是有了根，咱们举一个信呢、啊，刚才讲一个信，啊，念也入世，精进也入世，信尽念灯会这五个，不但信，而是产生力量了。产生力量，有什么力量呢？能破烦恼，能够证得无生法忍，这叫力。力就是破烦恼障，破所执障，破二障，产生力量了。这样入实，观一切法的入实的。体性是觉悟的，觉一切法它的自体的本性，觉一切法的性，因为菩萨他修行念定慧，以这三种啊，先学修行念的觉分，一直这个觉，一直念的觉分，他对世间一法是厌离，是出离的，他要消灭世间法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修行的产生的智慧，他能觉悟哪些法是对的，哪些法是不对的。那么用这个对与不对的这个觉，就要觉悟的这个觉分呢，是从选择而来的，是七觉之那个觉啊，觉，修行简择，简择，简择之后呢，他能够升起觉悟，能够觉悟了之后，能够不退，能够精进。精进，在精进之中明白他的觉的力量，增胜、增胜产生一种欢喜，这种欢喜的觉令这些善法呀不忘，细念善法不忘，觉悟的自相，觉悟的本体啊，而产生的精进，有着精进的力量，达到自己所想到的，想到就是利益，
立遗之后了，心生欢喜，心生荣耀。奇绝，奇绝是什么呢？就是定的前兆，就是一般说清难吧，清难叫奇，其实清难啊没有入定，定之前敢叫清难。嗯，清难的意思就还是不延误了，难定了，出众的呀，障碍您的出众的祸呀，能够把它消失了，或者是减轻了，嗯，得到难定了。难就是除了出众祸的表现。清安完了是就进一步达到绝，绝就是定了，定了。这个定就是不延误，不延误。得了定了，就不随外边环境转了，而且能够转环境。舍呢？舍就是体，体不延误，平等平等，就写舍，是平等舍呀，就舍平等，平等舍平等。这个时候，贪爱呀、忧愁啊、烦恼啊都没有了。这个不延误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咱们的本体，自性的体，体是不延误的，体是不延误的。嗯，咱平常讲的七觉知啊，这就是解的七觉知。这个是由前头愿离。厌离了呢叶的，咱们生厌离，而且子灭，厌离使它不再生长了，嗯，使它灭了，灭了，嗯，这样子嘛，逐渐的能够向进入入道，入道，到时候就正德呀，啊，就能够成了这个道呢，就是咱们经常讲八正道，八正道。菩萨以此这个修行正见，一日是子厌离，一日子离，一日子灭，回向于舍，那就正见就产生正思维，修正思维，内部的正思维发表于身口其之，那就是正语、正业、正面、正精进、正念、正定。但是这些个都是一直子，一直厌离，一直灭而得到的，回向虚上于舍，这是正见啊。有咱前头讲七觉知啊，后头讲八正见，这个是八种见解。咱们也曾说叫八正道，七觉知是八正道。正道呢，是因为正见呢，是因为你得到真实了，以真实来检在，检在，检在什么是正见，什么是非正见。它的产生是由正思维，正思维，正思维是由你前头所修的思维的正，怎么叫正呢？不离开性，依着自己所信所证得的信生根了，信产生力量了，那的思维都是正的。思维什么？思维明，思维它的道理。这思维啊，正语，做所自己所证得的，能够觉在，觉在事和理，
再一个能利益众生，让众生信，信什么呢？清净，信清净，这些烦恼是不清净的，是可以断除的。嗯，信清净，信有清净，有佛，有法，有僧。深夜比正确，深夜深所做的业，他的尽行尽止，正行具足。信什么是清净，什么是不清净？清净的就是正业，不清净的也不正业。那对我们佛弟子来说，正业是什么呢？依戒而行，咱们是以戒为根本的，这就是正业，真正的正业。相信依佛所教授的法子去做，都能够清净。依佛所教授的法而去进行一些作业，都叫正业。这法不是佛说的，不是佛教说的，都不正业了，不正业了。但是以戒为根本，正面，正面呢，咱们是依法而生存的，正面是吧？我们的生命存在，能够活命，依着佛所做的教法。祈求圣种性入佛家，这都叫正命。这咱们讲戒律，讲五种活命啊，嗯，那五邪命啊，正命对着邪命说的。一切众生活得要活得清净，啊，就是活得很干净，相信。正精进，正精进呢，跟那个邪精进呢，区别在哪里呢？也是根据一教而行，一教而行。想离开烦恼，不要投机取巧，不要信邪魔外道。正精进，要断烦恼，断结识，清净你的烦恼。把结识断了，正念呢？正念不是根本烦恼了，是随烦恼。不要忘失，咱前头讲那个正信，你所信的常识思念，不要撕掉。念佛、念法僧、念僧，啊，就是正念。离此呢，就是尘念。咱们知道身调举不该做的做，所以妄动；还不知道心调举，心调举就是不该念的去念。念世间的财富啊，念的五欲境界啊，念男女关系，起这些念头就不正念了，这都随烦恼之。所以烦恼转，但是呢，也不要沉掉，沉掉嘛就是昏沉掉举，一个是昏沉，一个是散漫掉举，那都不是正念了，正定是能静最殊胜的，能静最殊胜的是什么？定，定完了发出光，那叫通。把那一切清净的、清净的心、清净无染的心，没有杂念，没有杂思维，
他引发了神通。神通就是通，是通达的意，神就是表示定，定了时候能产生神力，能通。这以上的这叫八正道，八正道啊。主，他这最主要的是念能够定，念定，完了产生的智慧，定能生慧，产生殊胜的智慧。说有了智慧了，咱们讲这七觉知、八正道都靠着智慧，靠着定力跟智慧而生长的。没有定力，没有智慧啊，不能够产生的这种觉悟，也不能产生这八种正道。这叫平常我们经常念的八觉知，这个八正道的七觉知、八正道。咱们前头讲四地菩萨，他说分正菩提，就是三十七佛，三十七菩提，这以下就是分别说的。四地菩萨修行这个功德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舍一切众生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发的二度罗三藐提大愿，以愿力所持，以这个愿力所持。愿力呢，他发的大愿就第一个就是大悲，大悲，大悲为首，一切愿力是大悲为首。咱们经说大悲大慈，华严经是把大悲摆前头，大慈摆后头。一般的时候慈悲喜舍把慈摆前头，悲摆后头。其实这个前后关系都不大的，就是文字上、思维上、作意上有所区别。因为有这个慈悲，慈悲，所以使他的思念呢，常思想一些字字，一切字字。前一个字是指根本，后一个字则是方便。一切字字，根本方便的智慧都具足了。后头一个字是，后头这个字是立生，前头字一个地是根本自己所得的。咱们就说法性嘛，由这个做起的，才能成就一切的一处，就是庄严净土，庄佛土，也能够依着慈悲的智慧，才能成就如来的实力四无所谓十八部功法，也能成就佛的无量相好。成就圆满，佛的音声美妙，喜具足功。求与上上殊胜道共，上上殊胜道呢，这是这佛道呢。但是要不舍离众生，随顺所闻的甚深佛解脱故，佛所说的甚深的佛的解脱。思维大字三角方便，这是悲字双愿利益众生的，大字是根本，三角方便是一切字字的后头字，三角方便字。但是呢，因为大悲，所以永远不会舍弃一些众生的，因此大慈大悲利众生，有慈悲一物，或者菩萨住此宴会地，所有的身见为首，住此宴会地，
所有的身见为首啊。身见就是我人众生寿命五蕴十八界十二处，在这个当中所起的执着，这个本来这个执着咱们在《十回向品》就讲着了，无作无法啊，他这个就总说了，说所起的执着，以身见为首啊，我人众生寿命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所起的执着，要除要末，思维观察要对着他，我所过，我所心是主，这是心所，我所有的就是啊，凡是我所过，财物着处一切皆离，入世一切皆离，菩萨住这个宴会地啊，他一切能离，能离什么？能离我无能无人。菩萨度众生没有众生相，没有寿命，没有五蕴，没有十八界，没有十二处，这些都是执着所起的执着。乃至于因此十八界十二处一切众生的我人生和死，把他思维观察对峙，乃至于我所有一切财物，一切皆离，这就是能离啊，能离开什么呢？离的祸，能离就是智，离不开就是祸。那宴会地的菩萨啊，他把这些个都离了，身见呐、我见呐、人见呐、众生见什么，所有这些之见，一切皆能离。他那除，他那末，这些都是别相了。住这个宴会地有这种功能，先先说是他这个能离的这些相吧啊，我知大知知我知着人，所知的人的一切法，所知的我的一切法，人法两种啊，我先说人，说在地每位每位所受到的，所受到的，有出有末，出是什么呢？说菩萨在观照这些法的时候，这三昧宗慧力所关照这些法，入定了，入定了，关照这些法，知道了，能知道自己认识自己，我知我见，乃至于所知之法，大知就是我所知道的法，除末地宗地出，他三地入四地，除三地入四地，除一地入二地，除末者说他一地一地，现在得到第四地，除末
因为他每一地每一地入宫的时候，入定的时候，他初三昧就是初，他修这个定，入这个定，三昧起就要出，三昧灭就要末，就是出末，都是定所出，定入定的时候所有出的，是吧？就例如说，说我要修定，我就入到修成了，入这个定，我要从此地此此地起。就是我在定中我所修的，我从此地起，我修我所修的，每个地的菩萨他也都要经过这。清净果实把它定为五种，一个本，二者是起，三者是行，四者是护，五者是过。什么叫本？当初起的身见，就前头所说那些个啊，身见，乃至五蕴、十八界、十二处，在这个中间，就是一个身见为总，为总体，我等为别，别中，我人。我人，我见，我慢，愿见处，这个是指着法能慢，要是法说的。为什么说个本？因为我是一切慢的本，有我了，我慢能过呢，这是。因为是我见，我见先要身体说，我人，但是这个我人是见的根本，也产生了差别见有六十二种，这一定不详细说了，这里头也这个清莲果寺引证了很多，解释也很多，唯识论、人王护国经，引证这些经论呢，来证实华严经的所诠的这个意义。观察，观察就是菩萨在心行法，心行所缘。从观察当中所得的，得到什么呢？心行，心的运载所缘的境界，这叫明行。观察是这些法，法无定法，要想求法的圣相，求法的殊胜相，来令一些众生知，就是他要经过呀烁烁的观察，烁烁观察来对治，修修对治住见，修治一些见，完了就起我所者。什么是我所？就是一切相，起我的想象。什么是胜一相？什么是不胜一相？什么是属我所有的？什么非我所有的？那就说一些财物吧，一些受用吧，指这些东西。那这过错，过错就是所执着的，所执着的心。艰难处法定，是法定难处，过是这样的，心坚决了难处法定二事，
就升起的慢地方便，随他所执着的慢心，在想象中，显现中所起的，能够离，最后解离，就是在三十道品正道跟助道的方便当中，皆能离。四地菩萨皆能离，这就是与一切等皆离，都要离，就离一切法，显一切义。在义理上他说这一切法都能要离，离就是断除的意思啊。那时候观察的意思呢，就是他与智慧，智慧啊，观，观就是修行，咱们平常修行怎么修行，就是行观，观察，观察本身就是用于智慧，观察本身用的是一慧智慧，观察一法，不问五蕴十八界呀、啊、六处啊，法空无我，无我也无法，就是心的修行所缘的当中，心修行所缘的当中，这个就叫观察。观察久了，定力升起了。观察啊，久了就升起了。不论你所观察的法也好，如果定也好，想求一个圣境，在这个当中想求一个圣相、殊胜相，那么修文殊法观察当中，就像想求见文殊师利菩萨相。烁烁观察，烁烁观察就是护字的意思，护词，字母这个心，字母这心做什么呢？所有的看问题的看法，修字所见，所见，这叫护字。护字就是护词，保护，使你这个修字的修行。经常的关照，烁烁观察。我所呢，就是我心里所想的，从我想的升起呢。心里所想的，因为我料见文殊菩萨，关照文殊菩萨的圣相，观察殊胜相。观察久了，文殊菩萨就是我的心。我的心所起的，文殊菩萨属于我，我心原念所起的属于我，但这个属于我呢，是我所想的，是观想的观察，观察所想的。再举例子吧，说世间的财物，世间财物就是使我享受啊，入用啊。我要护持他呀，有了他了，这是我自己所得的呀，防护我所得的呀，就像我成道，我所得道，所得的道，你要保护你这个道理，保护道理，不让道理丧失，不要推动。乃至于我所就是我所有属于我的，如果财物要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衣服啊，或者是属于你的了，这叫财物了，这是自己所有的所得的。把这些个总的就是你着处思维所着着
思维所执着的处所。整了我说这句，思维执着。但是你的心摆在这个上头，这就是过错。你的心反这个上头了，那就正事正见，就这样。此菩萨要见业是如来所合，烦恼所言，皆悉舍离。要见业是顺菩萨道，如来所赞，皆悉修行。两个啊，说这位四谛菩萨要见业是如来所喝的，说这些个作用，这些个业如来所喝死的，喝死什么的？烦恼，烦恼所缘的。那如来所喝死的这些作业呀，你千万不要做了，这个业把它放弃了，因为这属于烦恼心。要是见业是顺菩萨道的，如来赞叹的，那你都要修行。眼业要离开，净业呢要守护修行。所以这三次其道品，修道的品啊，这一类都是修道的。修什么道呢？菩提道。这一类表现要你离开烦恼。烦恼要是没有了，那你的做的业呀，业也随亡啊，业就没有了。不善业要亡了，不善业没有了，不尽是善业了吗？那要死了，那要死了，不就是散了吗？佛所赞叹的是善业，佛所不赞叹的，要你消失的，那就不善业，不善业。尊重佛的教导，佛教我们不做的事儿，不善业，我一律不做；教我们做的事儿，我一律精进去做。又者呢，在烦恼眼的当中，社会上，这不是个好事儿，做了不好，畏惧呢而不敢做。菩萨要离众生，得个讷名还能教化众生吗？为讷名故不做，不合乎佛的教导。因为你在利益众生的道当中，凡是众生不喜欢的事儿，你不要做。你做了他还怎能信你啊，就不行了。凡是一讷的事儿，不要带给众生。凡是烦恼，凡是一切缘放，都应当舍掉。应当做跟凡夫不同的业，要顺着菩萨所做的业去做。但是成德的果种有四种差别，与圣功德生增上心的一果，比说法尊中起报恩心果，
比方便行踪发勤精进，比增上欲的本心界满诸国，只是四国，一共有四个国。嗯，而这个四个国，前两种是护小心，保护于是小心小行他的国，嗯，就是小心国，嗯。转而上求增上大心，这叫大国。以下就讲菩萨所行啊，佛子啊，此菩萨所起的方便慧，一切字字那后头那个字，就是以这种的善巧方便，修习于道，来修菩提道。这种善巧方便慧不是根本，这叫助道法，帮助你成就菩提道，用它来运载你这个心，运载你这个心。所以你要心心生运载想，嗯，还要生有缘心，心不要坚定，嗯，不要那个有缘呢，不要生硬的，不是你说话呀、做事啊，要柔和。要柔和，有缘，有能可刚，大家懂得这句话吗？嗯，有缘心，调顺心，嗯，调顺自心，也调顺众生心。说此度众生，刚强难调难服，要调伏他生有缘心，调顺他的心，嗯。利益难乐心，利益他，让他得到难乐，得到难净，嗯，还要利益众生没有眨眼心，嗯，求上上圣法心，就求佛，求佛法，求佛的心，求书生的智慧心。救一切世间心，恭敬尊德无为救命心，随所闻法皆善修行。菩萨成菩萨道，前方便，先要修因呢，因成而能得果。所以这些心都是护持众生的，因为菩萨要修行方便善巧慧，这样来修道的，修道的也是助道法，这个助你成道，三十七道品呢，都是助道法的，嗯。这助道法使你产生了心里头啊，常是运在滋润的善念长生，嗯，心没有粗犷的时候，没有坚烈坚硬的时候，是有缘的，有缘的想折它呀，把它折断了那很不容易，有缘不能折断，钢琴的钢琴很容易断，大家想想这个道理就明白了，就明白了。嗯，调顺，这个调伏你的心呢，要顺着佛所教导的。嗯，不止调顺佛教你的方法，你利益众生的时候，嗯，要调和，要使众生心呢能够顺佛教导。那最初他很刚强不容易，以你的有缘心克服他，让他调顺
那众生心嘛，跟佛总是不相顺的了，都是违逆的了，调顺。但是你得得他，使他得利益，嗯，是吧？要令入佛道啊，得先与欲勾牵，嗯，但是呢，不要有杂眼心，这个很复杂，杂眼心很复杂。怎么想做一点好事儿，想帮助别人，嗯，首先咱心里得清净，不要很杂眼，嗯，帮助别人点好事儿，或者希图报答呀，啊，希图将来他能随顺我呀，嗯，但有所求，那你这个帮助别人度别人，这都叫杂眼心，杂眼心。说我什么都没有，什么求都没有，只是调顺众生，调顺众生。但你摄受他到什么地方，也叫杂眼心，嗯，他不是这个根器。你要想把他降服上位，办不到的，不行的。嗯，因此呢，叫他没有杂眼心。那你得先得自己，先得自己，先修炼自己。你自己没有杂眼心，你帮助别人时，别人也没有杂眼心。嗯，说这几个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他所起的方便坏，自己先做到入世，先自己就是心里非常运在，非常柔和，非常调顺。嗯，那你才能帮助到别人呢。最后是求上上圣法，说四地菩萨求上上圣法嘛，咱都说求的像五地啊，上五地，像六地啊，像究竟佛国呀，所以求上上的圣法心，求殊胜的智慧，殊胜的智慧心，救一切世间心，恭敬尊德无伪教命心，恭敬佛，尊重三宝，不违背三宝的教诲，随所修法皆善修行心，随你所听到的法要好好去修行，得有这么个心。但是这个心呢很难，现在我们大家都闻法，都学法，学戒法也好啊，说净土法也好，随便你学哪一法都是佛教导的，佛所教授的法平等平等，只是随众生的根性不同，不说哪个法高了哪个法低了，那是凡夫见，你一佛哪一法都能处理，可你怎么认识的了？你是深的，那他说所做的大一点儿；你是浅的，所做的小一点儿。嗯，做小的那就是小乘了，做大的就是大乘了，这就方便善巧。嗯，总而言之，佛所教授我们的这些大菩萨所利益众生的，不舍一切众生，不论哪一类的众生，这四舍呀，三十七道品呐，六度啊，十度啊，就是因为不舍众生，菩萨才要修道品，修道品的目的为了利益众生，具足方便，以道品的，以智慧理解了道品的种类，嗯，什么是助道法，什么是究竟道法，嗯，什么是道法，嗯，这些个呢，经过修行而证得了到四地的这个位置，嗯，
四谛所证得的智，就是诸道菩提分法。四谛所修的是菩提分法，诸道的菩提分法，是吧？时乐耐见。同时菩萨在修法的时候、行法的时候、利益众生的时候，都起个报恩心。从登地闻，从登地的菩萨，知道法尊，知道尊重法，法就是师父，能够把法佛所教授的修行之心，修行这个心的方式方法，若给传化给众生。但是因此闻到佛所说的这法，自己能够入道，能够成道，而能登地，而能又能传授给众生。但是这是感佛恩，就是报佛恩，有这个报恩的心，感到报恩的果，上求佛的种子，知佛有恩，现在施报。这个本身也是求果之意，也含着求达到成佛，报佛恩，行菩萨道，目的是要成佛。持菩萨之恩，持佛恩啊，持报恩，持报恩，心即和善，同住难乐。因为知道报恩心，就起尊起的报恩心。尊是什么呢？就是佛。佛是我们恩主，所以名为报恩。一直法起报恩心，顺从共同修行的道友的含义起报恩心，顺同善友的意，所以我们共同修道的，共同成菩萨道的道的，同行的，同行佛道的，要和顺，和顺，经常得到善友的利益，要么互相间的善友的利益，要成就对善友的报恩心，这个在平常很少知道，很少知道，是报善友，报善友，也可以包括这个就是善知识，善知识，因为同法就是同道同行，互相要有善友谊，就是报善友谊。我们顺生就佛教，佛教因师而传，不为师命，只知修行遇苦了能忍。咱们前头讲有要心，有要心就是遇到苦难的时候能忍，心不粗暴，心不刚强，一丝受罚，原念法而修行，依着法行，听受实教。听受实教含义包括呀，你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不要不知道装知道，知道要装不知道，这不叫知啊。知者是知之为知之。咱们拿个石头丢到水里，那水就给你接受了，你接受石头，
他不没有排除的心。说你的心呢，就像那个水接受石头一样的，什么的境界相都能忍受。不是就大石头也好，小石头丢了就忍受，不论人家伤害没有好，大伤害小伤害，我们就像水那么永远都能给它接受，这才居住了永远，永远，嗯，就是依法起行的修行时候，一定要自知，自地要直爽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就是自知，依法而起行，能力量做到好多，就造到好多，不要勉强，不要超过，超过不了的。超过也超过不了的，嗯，这个就报同道道友的恩，报私恩，嗯，总之合起来就是报佛恩、菩萨之恩。因为只能够心里非常合算，跟一些道友们同住难乐。一下就是跟道友同住难乐的时候，嗯。共同修道的时候，这里头不要产生冷慢。哪位道友教授都善于接受的。你要是这样接受了，得说则意，说的人他就非常的欢喜。哎，这叫菩萨引成就，引成就。所以也叫调油成就，如是呢叫寂灭成就，寂灭成就，寂灭就是三昧了，三昧成就了，就是能够得入三昧，不是引调油寂灭成就，上的这段就是入世引调油寂灭成就，静字后第一，静字后第一啊，说你现在是第四地的菩萨，要给第五地南生地做第四地做准备了，在修行的时候，不休息的精进，不眨眼的精进，不退转的精进，广大精进，无边精进，资源精进，无等等精进，无能坏精进，成熟一些众生的精进，善分别道非道精进，说在菩萨修道的时候，行道的时候，不休息，不懈怠，这有四种啊。第一个是不眨眼。精进行的时候平等留住，没有眨眼，没有眨眼，精进平等精进，说你修几个法，我说净土法呀，我说诵经啊，或者其他读华严呢，随你哪一法，不论在哪一法上不懈怠，不懈怠，没有眼作，没有眼作，都是含着不修心意，嗯，精进平等呢，就是没有什么杂眼懈怠，嗯，眼呢就是执着，不要执着的过火，不要左耳太过，就叫眼了。懈呢，退堕了，
就是修行的目的达不到就懈怠。就像那个弹琴的时候，他的急他的缓，不要不进不怠，不要太过分。因为这句话呀，是佛在世时候有个弟子谈那个修道的时候，昼夜念经也好，其声悲紧，就是很紧张的样子。佛就到他疗房问他说，你做过去是干什么的？说过去他学弹琴的。佛就问他说，你那个琴呢，那个弦把它绷紧，把它缠紧了行不行？那琴师说，不行啊，紧了就崩了，一弹的那线呢弦就断了。说松了行不行？说松了不行啊，松了发不出音来了。佛说，好了，你修道也要这样修，你过分精进了崩了，崩了就是修不成了，反倒精进不得而又退堕。我太懈怠了，懈怠也不行了，懈怠就断了。要不紧不慢的，说你太懈怠了，跟染发相结合了，我今天太过火了，马上就要成佛，办不到的了。说悬疑的急缓，要不进不息，说你起个广大利益心，广大利益众心，你随分做了，随分做了。现在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力量，要想超过我们的力量，办不到的了。说你自能扛100斤，你要扛200斤一个口袋，把你压趴下了，你连100斤也扛不了了，是吧？自利不要退，广大利他的心，说自利要退了，广发广大利他心，广大利他心做不成的了。要两者调和起来，说我给无边无尽的众生做利益，就是利他了。那你自己呢，有这个力量没有？所以每位的地上的菩萨，他只能尽到他这个地所能做的。如果超过了，他做不到。这个是经上引的时候，佛教导富罗诺尊者，富罗诺尊者，他是一个大富家的长者之子，生下来啊，他这个足啊，足不履地，他这个足啊，不沾尘的，就是足不沾尘，可能说坐车呀，或者坐什么这个含义吧，哈。出家之后呢？他精进修道，你就不再享受了那逐步履地的生活了，嗯，那怎么样？精进修道的时候，足下血流，他那脚啊就流血，大概是修道的时候精进勇猛。佛问呐，说你过去弹过琴吗？他说弹过呀，说还。弦弦缓了怎么样呢？他说不明，没有好声音。弦急如何呢？大约断绝，弦就崩了。当入何可呢？大约不缓不急。佛就教导他了，修道已耳。这是对富罗诺说的。在这个地方加上这么一段。加上这么一段解释的啊，清凉国师引进来解释的，说你在修道的时候，这上头所念的是九种，
就不长眼，含着九种不休息的意思。第一个是不长眼了，精进行平等留住之法，眨眼的是什么含义呢？这个眨眼来说呀，莫要懈怠，懈怠就是眨眼，眼呢就是执着太过火了，跟懈怠同等。懈呢是退堕了，退堕就达不到目的了，堕了就达不到你了。修道者要自己酌量，要不进不退。说广利众生的时候，是利自利他。你要给无边众生做利益的事情，这叫利他。同时你自己考虑到你自己的力量，说你的自愿是利益众生，又是利益众生，但是你自己的修行如何，就这么个含义。过之则不及，能够修行的时候对磨难祸都坏不了你的修行，阻挡不了修行，这就差不多了。所以修道的时候能这样进行去修，就自修自利，说利他舍去众生，利他的时候也要入世啊。你自己断了疑惑，把是非决定了，你利他的时候，你说出言语他能服，你也能无畏，没所畏惧。就是菩萨在增上利益他的时候，满足众生的要求的时候，量力而行。但是修行的观念啊，菩提分心，菩提偏方啊，是根据你的本心而起的分心，分心就是根据佛的法性的体，起37道品的，但是都不离开真如，只有正念真如，修上位的道品精进，什么道不精进，以这些方便法。但是这个说的只是37道品啊，是第四的菩萨所利益众生的。那么以下菩萨的更深入的啊，菩萨心界的清净，身心不失，误解名利，善根增长，离世垢浊，断住疑惑，明断具足，喜乐充满，佛亲护念，无量之乐皆悉成就。咱们念这文字一共有九种啊，有九种。一者呢，身心不失。身心不失是道品的心，37道品的修行，使得渐渐的增益，增益啊，不要失掉。一位向前进，也渐进。大约五地以上的菩萨，他能够决断，五地以上超过
圣正的时候，他明见决断，对四地菩萨这个修行的争议的问题，五地菩萨都能明断。前进啊，进到到五地的时候，对治善根，自行过前，就是菩萨的修道，对治以你的善根，对治自行啊，治你修治你的行为的时候，就增长，增长，正上正因增长，除灭了所有烦恼障垢，都是指四地菩萨说的啊。断除此地的秘密仪式，就是智障，智慧的障碍，微细法慢为秘密仪式。但是四地菩萨在微细法的慢心还有，这是很秘密的，很秘密的，渐渐能除之，这叫除内障。除井，遇到四井的时候，立生的时候，对外边警戒相，能够有智慧，能够断，明断是非，以此圣行，三昧是神，说三昧说成定啊，是神定，就四地菩萨有这个力量，依着佛力化众生，就是依着仗着依仗的佛的力量才救度众生，依这个现无量三昧心，三昧心字仗清净，就是心字上依这三昧心字清净，就是定宗的时候啊，那些障碍啊，智障碍没有了，到四地菩萨能清净了，到四地菩萨皆得清净，好，下回再讲吧。